今天教一款漏电保护插头，一款接线式的电器插头。在我们购买一款漏电保护器之后，我们要去检查，像是我们的电热水器的插头上面，它的漏电保护器呢，其实是不需要每次关闭的，它会实时的去检测热水器的一个绝缘情况，如果有漏电的情况发生，它会及时的进行脱扣来进行保护。它的用电量呢，仅仅只是工作状态一个紫色的那个功耗，用电量非常小，所以说我们那个保护器上面的一个漏电保护功能的一个测试按钮，我们要去。进行检查，进行测试，建议每个月按一次，测试这个漏电保护功能是否正常。当我们按下这个复位键，当这个指示灯亮起之后，我们按下测试键，正常的跳闸切断电源的话，就代表这个产品是可以正常使用运行的。所以说，我们要去及时检查处理。今天就介绍这一款产品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